好啦，咁咧而家咧有两 part 啦 ，part A 咧就系要将2.2468就系改条三色 fit 嘅，咁啊即系话啦，希望留低呢三个啦，就睇下后面呢个八进唔进位，四四五入之下要进位啦，所以变咗2470补翻个零下，然后加翻句啦 ，correct to 36 fit，OK，、okay? part B。有个0.0314159，就要 correct to 四色 fit。嗱，如果个整数部分系零咧，即系话左边呢扎全部咧都不是 significant figure， 因此第一个色 fit 咧系三，我哋就要系 correct to 四色 fit， 即系话3141全部都要嘅。咁五一五使进位啦，五要进位啦，咁所以变咗咧答案咧就系0.03142。嗱就唔使補後面啲零噶啦 ，OK， 因為佢係要四個色 fit 啫，咁就 correct to 四個色 fit， 咁啊做完啦。